日前，香港艺人容祖儿和韩国偶像明星李准基现身某时尚活动现场，引起众多粉丝追捧。凑巧的是，当天两人都是一身黑白配出场，看来相当默契。在刚刚推出的奥运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曲《北京欢迎你》中，容祖儿激情献唱，表示出对2008北京奥运的热心支持。而李准基则希望能够与中国的导演合作拍摄电影。我觉得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导演跟演员，我还是一个新人，只要是好的剧本、好的导演、好的演员，我都想合作看。